欢迎回来魔物猎人世界 Monster Hunter World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斗鸡大会人霸了。好，这次是打两头魔物的，好，一个是骨锤龙，一个是爆锤龙了。好，我们话不多说，去表演表演一下吧。好，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斗鸡场所了，然后突然这个荧幕让到我看到一些特别的走光的位置。为什么呢？哎呦，这个不好看了，我们进去狩猎吧。好，可以看到吗？中毒就行了。好，那你中毒再打另外一只都可以了。我建议先打这只，因为它身上会掉出一些手榴弹。好，掉出手榴弹很可怕的。好，它累了就要趁火打劫了。好，死命打它屁股就可以。哎呦，后面那只它的兄弟会帮忙，大家要小心。哦，闪人。好。哦，要小心。好，继续攻击他们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攻击这只比较弱的吧。好，攻击这只。好，我们攻击这只先。哦，小心哦。好，哦，走了，攻击尾巴也可以哦。好，哦，闪了。哦，那个在倒地哦，那我们就打这个倒地的吧。哦，这个死了，不是倒地。兄弟，等等，我不懂你的兄弟会给你打死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兄弟打死呢，就比较好打很多了。好，就放个陷阱，再跟你做个了断吧。好，兄弟过来吧。好，哦，他中陷阱。好，继续，我们攻击他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打他就可以了。好，中了陷阱，一定要攻击他。哦，哎呦，不好打，不好打。哦，闪人，闪人。好，我们走人，走人。好，找机会我们要磨个刀。好，磨个刀吧。好，那我们磨个刀，再放个陷阱，再跟他打过吧。好，兄弟，过来这边吧。好，我放个这边。好，继续攻击，进去他下面。打他的下面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打他就可以了，因为剩下一只。对，呜，这样就打死了。好，很简单。好，那这两个骨锤龙和这个爆锤龙就是这样结束了。好，嗯，用双刀毒属性来攻击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哦。哎呦，这个很性感哦。哎呦，有性感哦你。好，可以看到吗？我们又拿到新的记录了。好，那用双刀毒属性攻击是不错的哦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斗鸡大会零八呢，就这边结束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。なんじゃ、なんじゃこりゃ。